连两天都得奖，有特别做了什么吗？其实你知道我前几天去上了一个节目，然后是一个实境节目，是，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在嘉义的奉天宫，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刚好有神明要进来，所以就开始敲钟，然后那时候我说这是什么声音，他就说在敲钟啊，金钟的声音。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敲钟，他说因为神明要进来。是哦，然后后来所以神明进来以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可以去敲钟吗？他说当然不行啦。我说我们可以捐一点香油钱，他说这个不是捐香油钱就可以敲钟的，这要神明刚好来你才可以敲钟。是，我说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敲。他说等一下呢，这个神明会再出去，这时候他们会再敲，是你们可以来敲哦。所以你敲两下对不对？所以你敲了两下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拿弄两个提两个，早知道他就敲三下，所以就跑去拉了几下这样子。是是是是。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故意开玩笑说，哇，这一定就是一个 sign， 上天送给你的礼物啊。对啦，结果所以今天我就觉得好不真实哦。恭喜恭喜恭喜。